Günaydın. Ekim günaydın. Rine günaydın. Günaydın. İnci günaydın. Nereye götüreyim bugün sizi? Bayatik olma. Sen sor zaman. İnci sor zaman. Sen söyle, ta şu konuyu. Nereye gitmek istiyorsun kızım? Parkı. Parka mı gitmek istiyorsun? Götüreyim mi sizi? Götüreyim mi sizi? Pinoy很超热情的，我们刚刚一进来哦，那个服务生帮我们拿那儿童餐具，立刻就跟我说：“欢迎你们来屏东。”你没有听到对不对？嗯，你要对我讲，欢迎我没有啦，欢迎我们一起来屏东。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吃饱早餐，要带他们去。听说屏东有超好玩、很大的公园，到底有多大？等一下去就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刚刚老婆说的。公园就是这里，全台湾最大的共荣公园在屏东，看到了没有？我后面哦，孩子的天堂。等一下呢，他们一进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疯狂的。一级，他的预算比他大哎。Akim， 哇，这什么？哇 ，Hello Akim， 好在不是？哇哟！现在正在这毛毛雨了，因为他们完全不影响他们在玩，而且连那个小的都自己这样子冲上来了，好厉害哦！你看我是不是 ？Aaron。哦，哎，我后面有一个 baby 耶！一、二、三 ，Go， 快点！哦！这里有一个游戏，你们看哦，按这个的时候，还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耶！喷水一点点呢，你看没？我们到这里已经不到十分钟了，我开始累了，因为太多东西，一下子在这边，一下子在那边，超多玩，而且我们还没有玩全部哎。OK， 一、二、三 ，Go！大家看到，拜拜。介绍给大家我的新朋友，他叫什么名字？仔仔。仔仔啊，仔仔好，不要吃我，仔仔哦。哎，今天要给什么石头扔去了？哎，今天要给什么？真的他有尿布吗？对，我没有发现呢。哎，真的他有尿布哎，好好可爱哎。这公园可以让我们玩好几个小时，完全没问题。小朋友们啦，他说快。爸爸的工作就是这个，推孩子。这棒出去很特别哦，你看这样你可以这样互动，然后你看我可以这样子晃，然后如果晃高一点的，我可以把脚放这边这样。可以看你小孩的表情，看他在笑，开心吗？开心。哇，姐姐吃醋了，开心吗？好，那你上来。Thank you。吃醋了哦。这里还有那个可以画画的地方哎，那还有板擦哎，那还有粉笔，超方便的。来，爱心，我们看姐姐会不会？一定姐姐画一个爱心。哎，你的爱心有点小，画一个大的。妹妹画个爱心好不好？嗯、哇、嗯，好棒哦！对，妹妹才两岁，妹妹不会，没关系，那你随便画。这边还有沙子可以玩呢。眼睛一下子在那边，一下子在这边。那那个是 PlayStation， 他想要洗手。哎，不行了。Aferin kızıma, haydi bakalım. Ve şimdi burada çok fazla oyuncak var. Bu da bu yerde. O yüzden çocuklar burada geldi. Eğer bu yerde oyuncak yoksa, hiç önemli değil. Burada bulabilirsiniz.
20 minutes later. 他整个衣服都湿了。You go. Woody. 我们回去叫妈妈，妈妈帮他换衣服好了，因为差不多了。Oh my god. Oh my god. 다오니잠만세이드미모래기사님은하지마그림이라시니니니오종이휴식了这里啊叫做共融公园，就是因为呢，就是不止小朋友很多游乐设施可以玩，然后大人也有一些健身器材啊，然后甚至啊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轮椅的，它有轮椅专用的那个荡秋千，所以这个共融公园真的很特别，就适合大家全部人一起都可以来玩。我来，我说什么？你干什么？需要不需要？我们三个设施上的需要吗？你给谁要玩这个？喷水。给你进来。好，给，把所有人别，一个，一起，慢点嘛，给。Kim 今天呢不开玩笑，这个溜滑梯已经溜了100多次了，还在玩呢。Kim， 我在下面等你哦，你可以留下来啊 ，Kim，你变了，现场。是。你好。好久不见。哇，你什么时候来屏东的？都没有通知我。我跟你讲哦。对。我上次来过屏东的时候，你太忙了，一直邀请我们来，终于来了，各位朋友们，介绍给大家我们帅气可爱的屏东县长潘孟安先生。做好，大家平安，我是潘孟安。这边的最大特色是占地2500，我因应这边的地形地貌，那设计的不同高度、不同年龄层。从幼儿到长者都可以来的溜滑梯，还有很多的八大主题的、啊。那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内容。是。那这个内容呢，像我们这种阿伯来这边只能看小孩玩啊，他们玩水啊，他们玩沙坑啊，但是呢，我们也乐在其中，看着孩子自己成长是不错的，是很幸福的。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有一个永大公园。那个你一定要去一趟。那上面的公园里面有海盗船。有沙坑，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骑单车专属的 PU 跑道、还有阿公阿嬷长者慢走的步道的跑道，一天不够吧？一天不够，一定要三个太阳，两个月亮，绝对会有三个太阳，两个月亮，屏东欢迎大家，县长，感谢你哦，看到你非常的开心哦，记得帮我分享这支影片呢，按赞、订阅。而且还有土耳其话的字幕，英文的字幕，我相信国外的朋友看这里说，屏东也太好玩了吧！我们下次见，是，拜拜，屏东朋友。Hop， 好好玩哦！他那个什么呀？再见！哎，这个地方好好玩呢。